你低头能看见自己的脚吗？网友问平平。你低头看看你自己脚，你能看清楚吗？能啊。为啥看不清楚啊？粉色的。粉色的？这跟我低头看鞋有啥关系啊？咋了？你们低头看不着鞋呀？咋的了？低头看鞋不正常吗？咋的了？你能看着鞋带吗？能啊。说啥呢？你们都，你翻过去看能看着脚后跟吗？能啊。啥意思？你们看不着脚后跟？我的个妈呀！你们不会腿肚子粗吧？你们看不着脚后跟啊？啥意思呀？这是一般人都看不着鞋带，为啥呀？你们说啥呢？为啥看不着啊？这不谁低头？你低头看不着吗？我看看啊，看不着。因为你小，所以你能看见。那我刚还想说呢，我连脚脖都能看见。Later。你低头看着鞋带了吗？看不着鞋带，鞋带先往里。我太难了。后边看不着脚后跟的啥意思？看不着脚后跟啊？你看脚后跟啊？你能想到腿肚子粗一样的道理？还是看不着。你们为啥看不着脚后跟啊？我能啊，我能看着脚后跟啊。懂的都懂，你别问。你是后不翘，后不翘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懂了。这不就怪我前面也不行，后面也不行吗？你们礼貌吗？来来，看我的腿哈！昨天有人说我没踢就红了，看看今天成这样，不是话啊！咱道歉就有道歉的态度，搞什么假踢，对不对？咱现在也。大爷，帮个忙吧！咋整的？冻上了？下回出来尿尿自己带个棍儿。没这玩意儿。冷了，我们穿上外套。Oh no！ 你看谁没穿衣服？你见过没有穿衣服的人吗？妈妈，妈妈。叮叮叮！哎呀！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他问我吃不吃汤圆，我说我吃个四五个就行了。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上种汤圆，吃十五个没得问题噻。你看他这个东西绑你那种，来，上摊子你也吃，你说吃，来你也吃，来给汤圆比你老快的汤。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二十多年了，我从来没看过龙胎汤圆，一个叫转一个碗，哪你买了？太黄了。女生徒手掰不开苹果怎么办？一根手放中间。什么原理？压强越小，力量越大。那你的手不会痛吗？力量通过压强传输到物体。
手不会痛，同理。这是个希望，希望没破，是我力量还不够。这时候我们要借助我们的外力。你有什么可好处的？喝什么茶？这么好的壶，得喝我最牛逼的茶。来的啊，哥几个，把壶都给我展出来，上点好茶，上点好茶。来的。前方红绿灯啊，偶遇这个礼宾车队吧，反正门上都写了公务两个字。然后这辆浙 A 的看着牌照挺牛逼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向左边插过去啊，可能是为了保持队形吧。然后福特大哥就不乐意了呀，咱们好歹也是小300匹马力的 SUV 啊，这回福特还没反应过来啊，待会一脚油门就插上去了。1、2、3，走你！哎呀，还不走？走啊、嗯！干起来了，干起来了，干起来了！哇，我在边上这个热闹看的真是很嗨啊！哇靠！然后那个迎宾车队的边上的车哦，开始互相夹击，哇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很刺激啊！你们不在现场。然后这个福特啊，一脚油门前插啊、哦，准备斜插插入破坏他们的车队啊。但是呢，我这时候隐约听到啊，有一声警报声了。然后这个福特大哥啊，就老实了啊，也不，这个俗话说得好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咱们对吧？这个能让就让啊，毕竟人家身份不一样啊。大哥啊，福特大哥，哎呀，慢慢开吧，何必呢？不要为了一时冲动哦，破坏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哇，这车队车不是很好啊，但是这个感觉司机的驾驶素养还是挺高的啊。门上啊，公务两个字还是很清楚的，司机。大哥，懵了吧？花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乌鸦叭叭叭叭叭叭，两个象巴小宝贝儿。今天不是你给我按脚，是我给你按。啥意思啊？啊？啥意思？别吓我。我吧也是个足疗师，来沈阳出差好几天了，好几天没给人家按了，怕手法生疏了，拿你练练手。别回去给客人啊，客人说这手法变了，没有事儿，该多钱给你多钱，正常下班呢。不是，那也不行啊。怎么不行？哎，不是，那你在沈阳是上班啊，还是怎么的？我来沈阳出差，就今天我给你啊，熟悉熟悉，熟悉熟悉我的业务。我们不可以啊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是谁让你找的我？没有，大众点评说你的手法好啊，我来的。大众点评说手法啊？美团呢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啊？我今天给你啊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申请一下同事，如果不行的话就行。行，你去申请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先等一下，你先坐上。刷了点劲不？我给你看看视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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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挑哈密瓜一定要挑这种带裂纹的，越是这种的越甜。这是新疆哈密瓜，
扫码，必须扫码，国家要求扫码，扫码不扫不行。你就是最一张的最一张看他介绍的很专业，而且很认真，所以就没有忍心打断他。后来踩了我脚大概有半个小时，还是在他这儿订车了。恭喜雷鹏飞，痔疮手术圆满成功，送四册子一篮，菊花一篮。恭喜雷鹏飞，痔疮手术圆满成功，送四册子一篮，菊花一篮。